个头凸起来的，价值连城。水的味道有点怪怪的。变得有点哎呦，燕钩面包虫钓一只沉底，不对，泰国鲤鱼的小 baby。对吧？泰国鲤鱼的幼鱼，出量好多，在那边，我就捞出一堆了。等它游过来再做。现在很多杂草，
脱落。现在这一只只剩下阿福，他也没有跟外面流通，所以最人道的方针方式就是把它放到这里，让阿波流到外面去了。要走走看，看他挖的怎么样。这边可以通到那个老人钓的，然后我旁边玩，看起来很像，很适合原生鱼生存。这路挖到这边来了。好几只鲤鱼，18尺竿挑到这个河道，8鱼，哎，这什么东西？鸡哥啊，原生鱼，我跑到这里变成原生鱼的天堂。鸡哥比较小，这小阿福，这是小阿福啊，超级小。
进去。他有妖区哦，他跟红魔鬼竟然吃鲫鱼饵。阿迪呀，啊，真厉害！啊，卡鱼呀，唔钓，这个唔得意。大雨，一点万斤浮鱼，一楼，哇，看这高清吗？哇，爽歪歪。这个头凸起来的，价值连城的。一条，它头凸起来，这个这有价值哦，应该有，它至少卖300块以上，不大啦。不过它头凸起来，这是一个标志。鲶鱼，咖啡，鲶鱼来吃，是鲫鱼饵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伍佰啊。今天这个调查的下来，还是有看到原生鱼啊，不过数量也变少了。好啦，再有机会再来调查看看吧。下午还有事情呢，所以先离开了。我们下回再见啦，拜拜。